一個東道椰子雞湯，用肉喎、啊。哇，呢個好嘢啊！肉。强记补品，它这里应该是还有这个椰子汤啊，椰子鸡汤。椰子鸡是，嗯，太喜欢。哦，系啊。好多嘢啊！哦，我睇你炖汤啊，影一影嘅。哇哦，呢个系椰子鸡汤，好有呢个，呢个好特别啊呢个。特别咧？哦，唔一样啊。哦。呢、这個是黃瓜，綠黃瓜蓮藕，蓮藕蓮藕。我頭先睇睇喺度，佢煮新豬肉係咪？煮新豬肉，新豬肉有冇？有啊。啲燜嘢嚟嘅。哦。啲姜雞嚟嘅。哦，姜雞。啊。我椰子夾醋啊，豬夾姜。嗰個羊肉。哦，羊肉喎、啊。哇、哦，呢、这個好嘢啊，羊肉。羊肉，這是羊肉。那可以，等下可以叫这个一种椰子，椰子是椰子炖鸡汤，好像很不错。整个椰子，三猪肉，三鸡蓉。什么好椰？什么？冇食过咩？冇食过啊！第一次嚟食啊！好好，攞袋仔系咪？紧，哇！见到好嘢啊！哇！啲新鲜肉自己笃得，系咪？我朋友，我就系食炒朋友个家嚟。哦，我哋自己整。哦，呢個40克啊，一日。哦，一日40克。哇，呢、這個煲得好耐啊！一個鐘到。哦，你話呢個送飯好嘢喎。嗯。睇到留我食，翻之後一定要食啊！我行到位。我見到啦，喺田呢度煲啊。湯椰子可以，但係先至冇飲㗎。呢度燉啊！OK， 唔該曬。很多選擇，有哇，它燉湯選擇蠻多嘅，各位睇定先，睇定先，先要喝什麼水？米濃米濃。OK， 冇菊花。啊，菊花。ice， 后面才是好料哦。嗯、这个叫一个椰子炖鸡汤哦。然后还有，我看到山猪肉啊，我想要叫山猪肉。刚才山猪肉好像很好料这样。姜焖排骨，好 ，OK OK OK。
子炖鸡汤，有同埋咩啊生猪肉，有同埋排骨，两碗白饭咯。炒嚟嘅冇排骨。哦，豬手嘅，誒頭先我見到排骨，豬手嘅，咁俾我第二樣咯。鹹魚蒸豬肉咯，香雞咯，梅扣咯，梅羊咯，坐一陣先，坐一陣先。梅扣肉，梅扣肉，梅扣，梅個梅扣，一個梅子，一個咖喱啦，冇。係係。啊，細咯，整啊，唔該曬。它鸡花也是自煮的，很好喝。看，里面有一个鸡翅膀，是鸡翅膀，还有药材。汤的话，来看看它。哇！放姜就来姜汤。这好像有北芪，北芪有没有？黄芪。他的鸡已经很好了，就看一家就断了。对，已经炖得很嫩。哦，那已经拿起来了。
而且很快啊。